夏天家里都不会再有蚊虫了，因为我用了这款海条香薰，选用上好的三年陈艾，没有杂质，味道超好闻，一点都不呛人，点上一根放在家里，一整天屋子都是香香的了。这么一大份和艾条香薰，价格却很便宜，还不赶紧囤一些，家人们快点过来抢这个艾条哈！而且今天下单呢，再送给你两个底座，这个价格你平时想都不要去想。就这么一个艾条哈，它能让家里面没有蚊子，它是纯植物配方的艾条，用的呢是比艾条更加绵密的艾绒，味道哈是清香浓郁，而且艾条本身呢，它就是蚊子的天敌，有它的地方哈，基本上是不会出现一只蚊子的，室内室外钓鱼哈都是可以用的。像我们家客厅里面啊，放上一根呢就完全足够了，库存数量不多哈，下方小黄车赶紧去抢。从给我妈买了一个这个，她还把这个东西推荐给了邻居，结果邻居看到了都说太方便了，他们也想买一个。我跟大家所有的朋友啊推荐，一定要用。所以下一次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，这一次大家如果能买到多一点，咱们就买多一点，好，囤着，省着下次没得用了。快把家里的蚊香丢了吧，现在都是用这个艾条熏香，它安全无毒，都是采用天然草本艾草手工研磨制成，还可以净化空气除异味，家里办公室里都可以用。艾草味道清香浓郁，好闻温和，趁现在有活动赶紧多囤点，以后家里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。它就是纯植物配方的艾条，用的是绵密的天然艾绒，味道清香浓郁，温和还不刺鼻。这个冬天记得经常在家里熏一熏，趁现在有活动，你也抓紧备一点吧。